为什么迪欧的含盐的配方和我们研发的新产品一模一样？你求求你把配方还给我，我不能去做了。你的人生，我管不了。所以你一开始就想好了利用张远从我这里拿到蓝针的配方。职场就是战场，输不起就不要参加，参加了就不要怪别人。事情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。反正我现在一无所有，那既然如此，也让你体会一下，体会一下绝望的感觉，体会一下一无所有的感觉。小雨，我会在离开你了。 不是说死去的人到了忌日就会回来看他想念的人吗？你是沈总请过来陪我们迪欧度过难关的，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。但如果你有任何其他决心的话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